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天我们就到硬菜。锅里加入长江水，烧火大娘来了。出去，放下来。来点老姜料酒，有就放，没来就不放，放不放都一样的。玩不玩？不要，你就拿人家小娃儿来耍嘛。我想试验一下，这个放。我哭给你看。我在灶火里面烟会咋样？你敢放你衣服头去嘛？就问你晓得。不要啊！我怕你嘛。开玩笑嘛，把我脑壳震哈了的话。再来一点配料哈。锅里再来点油，放入香料炒一下，炒到香喷喷的时候来点长江水，再来点盐巴。酱油，再把猪蹄子放入高压锅，再把香料倒在高压锅里面哈。我们盖上高压锅，压40分钟。现在压掉了哈，我们打开嘞。淋上点汤汁，完美。撒点那个猪脚干，不多熟的，哇！给我你吃。我这油啊！我想把这个人啃了。里面那个肉好吃的，嗯，我那不是想拿只后脚干了，我都不要，我想我要前脚干。晓不得你认错了。就是像那个，那不得直的，那是有点弯弯，那个后脚干。太肥了。你蹄筋太肥啊！我觉得蹄筋真的不肥。我还这次还想很多芝麻呢，我咋没看见你买？要不然我看哪种的，这瓶你猜多少钱吗？20块。对头。再投一遍。我不要了。我把这头剩出来，这头剪掉了。这手都好吃。这儿还有，分点你嘛。我不要了。这个养了一个多小时，里面还是真趴的，尤其这个味精的肉啊，特别瘦，但是吃起来很有点香味。那个肉不得面。对，好重的肉不得面。今天这个猪蹄让我真安逸的，我一个人就吃了一个，拜拜，拜拜。